阿石，麻烦你留喺个台度先啊！你作为我哋嘅三料时候，有个特别嘅奖要俾你，就系呢个哨子，因为我希望你用佢呼唤我哋一阵间最佳剧集嘅颁奖嘉宾。仲以为有得落去补妆添。咁多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最佳劇集喎，最佳劇集喺我心目中咧，應該係喺若干年後咧，大家都會攞翻出嚟睇，津津樂道，好記得每一個角色。今年 TVB 咧都創作咗好多好好嘅劇集。為咗頒呢個獎咧，其實我都做咗一啲功課嘅。咁咧就首先講下《隱形戰隊》啦。咁我覺得佢個爆破場面係非常之豐富嘅。咁啊，非常有睇頭，尤其是係啲女士啊。咁啊，香港人在北京咧就好貼地啦。咁啊，對於成日要北上翻去做嘢嘅香港人嚟講咧，係好有共鳴嘅噃。咁新聞女王唔使講啦。二十年後咧，大家講起 Man 姐，我諗緊佢哋都會繼續問邊個可以坐佢個位咧啊？靈氣逼人，哇！人鬼情未了呢、這個題材非常之好，我知道佢仲攞埋亞洲影藝創意大獎嘅喎，攞到最佳喜劇節目，恭喜曬！破毒強人除咗 Moses 嗰個沙啞嘅聲音，我仍然好有印象之外咧，我特別中意何廣沛，佢做得非常之好，因為一個唔講嘢嘅角色真係唔係咁容易做，我做過㗎都 ，You are very nice。好啦。緊張嘅時刻到咯喎，唔緊張啊？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3最佳劇集，新聞女王，我哋有請監製鍾樹佳、關文森、編審郭建樂。以及有份演出的單位包括佘詩曼、李思華、馬國明等一眾演員上台接受獎項。新聞女王今晚先後贏得最佳女配角、馬來西亞最喜愛男女主角、大灣區最喜愛劇集同女主角、最佳電視歌曲、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劇集，全晚囊括八大獎項，無可匹敵。多謝 TVB， 多謝邱豪，多謝許生，多謝曾生，多謝曾姐，多謝樂小姐。好，講完基本嘢。上一次攞呢個獎咧，係我廿幾年前離開 TVB 之前嘅難兄難弟。咁跟住就離開咗啦。咁而家翻到嚟，再一次見到佢，真係好開心，好感動。其實今次回到 TVB，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咧，其實 TVB 是一個很強大的公司，我哋有很多很好的同事，同埋好多同事都有很好的潛質，同埋佢哋都有佢嘅熱誠理想。我希望其實可以因為新聞女王也好，因為任何的原因都好，大家都可以一起振作去繼續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，然之後令 TVB 可以發展得更好，因為呢個係我從小到大成長的地方。由咩都唔識嘅一個小朋友，一路成為到而家，都係因為有 TVB。咁我覺得唔可以忘本啊 ！Thank you。仲有 ，sorry。多謝我屋企人啦，多謝我太太 Maggie 啦，屋企三個小朋友啦 ，Berlin、Lins、Livius。多謝大家。仲有一個就係、因為拍緊呢個新聞女王嘅時候，其實我爹哋就過世，咁呢個獎都係送俾佢。Thank you。
多謝 TVB， 多謝主席同埋阿珍生，更加要多謝嘅係阿珍姐同阿樂小姐，因為我哋喺公開開緊拍攝嘅時候咧，要度好多演員，即係希多謝佢哋會幫我哋喺度就啲演員俾我哋拍攝，咁更加多謝我哋幕後團隊啦、幕前團隊 Man 姐嘅帶領咧，係多謝佢哋。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多謝監製，多謝監製，多謝所有支持新聞女王嘅人，多謝。講一講得獎感受，有請。我今日唔係好舒服，所以冇咩聲，但係好開心啊！多謝。馬國明先生，都講一講你嘅得獎感受啊！多謝佳哥，多謝成班女王，多謝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，多謝觀眾鍾意新聞女王，仲有我哋嘅最佳女配角高海玲小姐。我剛才漏了多謝的，我很想多謝編劇，其實一個劇本呢都是一個好的作品的靈魂來的，所以我多謝編劇寫了我們每一個角色都很飽滿，這個好劇是很多角色都很爆出的，所以多謝編劇，還有各位導演，多謝。 有一個人我想請他上來講兩句，因為其實他在戲裡面很重要的角色，阿桑。多謝街道，多謝 Man 姐，多謝所有支持新聞女王的朋友。Thank you。